我们往里面走吧，往里面走吧。吃不完，吃不完，还肚子饿。这都是吃的，还都没走，都没带点东西走，不然怎么到旅游呢？本来要是玩的话，就从那边放羊灰嘛，羊灰热水里喝，对吧？它它有的，如果你石灰，到这里去看一下，对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解放前那个缆车是不是？起脚了。问题是到十六天了，快点。解放前起脚了。然后这里泡一杯茶。那肯定了。这个油我们家以前哦，婆婆的还搞这个。
视频，都是拍视频，怪不得我看你要动作地上做的拍视频了。嗯。不管了。